北门区金茂里大头有业者申请设立土石方资源堆地场，地方因为环绕废土的污染农地，加上开发过程若乌当地下排岩暗管，一定会影响作物，引起当地心理自救会持续抗议。对此，议员蔡秋兰、钟志顺站在地方的和谐，不愿意抗争的立场，希望成为政府甲民众的桥梁。需要求市长乌着盐分改良工的贴销建造承诺，一定要兑现，让农民安心。咱就是讲养殖场、饲猪啊，啊，搁一挂吼堆殖场，这会使讲来讲，你本身的选区市场啦，市长，我唔是你遮凊彩讲讲的哦，市场。若毋是饲鸡、饲猪的，啊无是堆堆资产的，哦，有工商的，有学家的，啊有北门的，市长，我伫遮要互你了解讲，咱地方有足侪乡亲，伊要投诉、要抗议、要安怎，所以我要互市长了解，事实因遐是有讲的，迄当时本色伫遮。政府的本色，你只要有拜托市长，吼、哦，只要有乌着讲的，你就要撤销他的执照嘛。那阵是，吼、哦，伊本来有带着白岩讲要改良土质，迄确实是白岩讲的话，吼、哦，安尼用迄个物件，吼、哦，可能是会带着带歹下骹的白岩讲，影响着土壤的改良，吼、哦。安尼的话，吼、哦，按、啊、当初是你批准迄个叫做土资产，哈，堆资产，土资产，土壤堆资产，哈、哦，诶，迄个审查可能是无考虑到这点，安尼咱会重新考虑来撤销伊的这个叫做允准嘛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就讲爱确定是白岩讲，而且是要做土壤改良的，这点真的爱确定，啊，我的承诺无变。议员成为大北门区的议员，相当感慨，因为除了废土场，也有饲猪、饲鸡场，根本将客家将军北门当作畜牧区，遂要求农业、公务等新型建造单位，在业主提出申请的时，一定要遵照距离客家400公尺的规定来办理，唔通随便签准，搁予地方困扰。今日新闻，君子林根采访报道。